各位学员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好，大家请坐。各位这新的哈，大家要么开始哈，咱要用那个古式的讲行礼啊，咱们行礼哈。那才是正办啦，下面了啊，美国学生在上课哈。来叫人起立，啊！起立，意思是讲，哎，得精神集中吼，啊，要做工作来了，来会让坐落来，吼、哦，我想可能以后差不多慢慢改安尼了吼，因为我用第一节开始改安尼吼，来起立，阿免互相敬礼了吼。来讲咧，咱吼长时间伫个中国式的教育内底拢差不多安尼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各位，食饱了有精神咯，各位。啊，打好不？好。哦，安尼就要精神吼、哦。这个精神吼、哦，看人留下来，那叫元气啦。啊，你气吼、哦，不是你气死老命的气吼，迄、哦、不是啊，气死人的气吼、哦，那叫有精神，那个元气、啊。这个气吼、哦，人讲我来有一口气，活了一口气啊，一口气那不用哦。嗯，啊，就再见了咧。啊，所以这口气足重要就对了。啊，但咱平时咧输气吼，拢无咧感觉济啦。啊，咧足自然的呀，对不对？从细汉输到大汉啦，啊，输到有时都袂喘气啊，迄笨大喘气的时候就气下就对了。所以人生也是为了这口气啊，为了这口气活落来啊。啊，所以有咱这这口气吼，到底是什么物件吼？老实讲，迄个。其他的较先明先进的国家老咧研究啊，有一寡教授的科学家吼，因来研究讲奇怪吼，迄人吼，迄有一口气伫个时吼，嗯，加上有咧生命咧，迄口气若无伊吼，迄生命就无伊啊。所以因来研究吼，就用科学精神啦，来含研究讲宗教内底有咧讲，讲人有灵魂，嗯，奇怪，科学家讲。要对看到灵魂啦、啊，是不是呢？伊科学是安那呢？用证据，所以科学是用你证据来，我才相信呢。但宗教唔是哦，宗教因是从科学家呢去证据的。啊，我心内咧想，我来拜，我相信你，迄就是存在啦。啊，所以伫这科学家来讲好啊，啊，恁宗教家吼拢讲有灵魂咯、哦，无伊那想讲要来研究看卖。什么叫做灵魂呢、啊？你美国的时候，有一顶尖的科学家吼，因安那研究，你知无？来讲，因含迄个医院伊内底吼签一个约啦。来讲，你医生判断讲这个人爱死啊，迄死有当种脑死吼，或一种身体内底机能规个迄个无当活吼，但是呢，伊还阁开。就是要一口气就对了，所以原来呢，科学家就是为了要研究这吼、個。虽然伊也伊签，恁判定死啊，这个人一定死啊，但是喏，要咧喘气，安尼时吼，总搞过来好因啦。迄、那个科学家那喏，用迄个水晶棺呐，迄水晶棺你知嘛？迄棺材用水晶的吼，透明的。咧透明的时吼，因即马所有的。这个观察就是在空中嘛吼，啊人入去了后，还佫有一呾开哦。伊即卖为顶悬下骹四周围吼，拢用足精密的那呢摄影机来翕，来翕就对了吼。就是要抓这个人，最后迄口气无了时阵哦，到底是甚物状况啊？结果是恁知影无？翕吧翕吧翕吧，翕到多，迄个人哦。到最后一开始啊，那一开始啊，就无拢定的时阵啦。为咱的身体内底吼，有一道白色的，像个模糊的粉烟烧上啦，白色的，因为咱体内拢造出来。你造出来时吼，伊毋是你咧观察内底吼，迄水晶棺内底因咧打转呢，毋是啊。迄奇怪，就出来了时吼，从钻棺而出啦。这个白色的烟吼，总为水晶观察拢总造出来安尼啦。了是啊，翕到遮尔，就无人翕啊啦。
啊，所以科学家吼，因在咧怀疑啊，宗教家内底讲奇怪，这灵魂吼，是不是就迄人迄个白烟啦？因为你一口气都无耶稣呐，而且断气的时阵呐，为体内一股白烟走出来，所以这科学家一直咧研究的，这就是讲是不是宗教家内底讲叫做灵魂呐？个人一种讲法吼，就讲咱人死的时阵吼。就是讲，这个白烟拢造出来了，你若无用科学家来研究吼，你看无？咱要一直看啊，人死就死啊，吼啊，各宗教在底来样样来甲超度，对不对吼？但是科学家也研究这呢。个另外一种就是讲，足奇怪啊，为什么各宗教内底拢讲啊，你若做好了上天堂，啊做歹上地狱，拢才有这种讲法就对啦。啊，你要上天堂上地狱的时阵吼？是决定你什么话，所以老在研究呢。即马科学家吼，他就从个金甲起来大念念吼，迄晶片呐、啊，这个晶片吼，会当规条出的，就规条出的迄个内底吼，拢缩伫这個晶片内底，金甲大念念。啊，你也想，即马中国个内底想讲，嘿，啊，咱恁人吼，是不是一生的功过啦，功过？为你死啊！迄阵啊吼，伫涂骹咧爬也毋知影。开始慢慢你有知识的时阵哦，是毋是你的所作所为呢，拢开始做记录？做记录出来了后，先呢，你一生啊，然后伫咧断开了后，离开你的母体，总走对毋知影。你有对这世界来毋知，但是咧爬烟哦，有可能就是灵魂你离开你的。体内了拢走出来吼，可能你把你一生的功过拢记伫内底。就是即卖咱咧，所有台用迄个手机摄像来到迄个具体嘛。啊，具体的心吼，可能藏伫咱身体对一个所在，到今年研究袂出来。有人咧讲可能伫咱啊咧，这个三角，这个第三眼正中入去了，到位顶管天灵界入去吼。家中的十二正十二下，就接近咧松果线的所在，是咪藏底下啦？但这种看无的啦，无多人看无，甲正科学家也无人研究出来。但这个事实是讲，你若断开了，总离开你的母体拢走出来，这有可能吼、喔。你从细汉到大一生内底，你所做行为好歹吼、喔，拢记伫迄个记忆体内底啦。啊，具体咧，即马飞到你原来的世界来迄个所在吼，遐可能较大电脑啦。即、這个灵魂飞去了时喏，迄电脑屏幕就出来啊。哦，你现当时讲头版领白啦，你当时讲头版酸啊，什么款式一波一波就走出来啊。啊，讲哦，有当时你讲救一个人，还是从啥物讲到三江，可能你一线的功果弄出来吼，然后咧加加减减。大家检查你，哎，你也就天堂，哎，你也就地狱，吼、哦，这是有种科学家、宗教家内底吼，一直咱对人人生内底吼，有咧研究的这种方法啦，吼、哦。来，我想这个开始的时阵吼、哦，我题目各位吼、哦，是咱台湾迄个京都何其何强，吼、哦，咱今仔是本地是爱讲这啦。但我想开始的时阵吼，我就讲大家有元气，吼，这个气的时阵吼，咱有精神吼，啊，大家迄个把精神集中来听咱今仔用台湾正道好气好强。人有哪来想讲咱的正道是安怎样？啊，国家呢，有国家的正道啊，所以今仔来受这个课上掉，就是要知影讲咱台湾。咱所住即个所在，先伫遮，啊以后要安怎死伫即个所在遮？即个遐好个所在，到底咱个前途是要为倒去？尤其咱也想着讲吼，咱台湾个迄个历史内底吼，拢是大部拢做人个奴隶啦，毋是咱家己个国家。迄个所在若来，啊吞他了一点就走。往迄个来，甲你吞大一个，佮走，一直吞大家今仔日，就最后七批时阵吼，即、這个中华民国流亡过来，即、這个政权呐，甲咱吞大、糟蹋上个市场的。
上个凄惨的。所以我想讲，咱要了解台湾前途的时候，来小看咱台湾的近代史啦。这台湾近代史哦，足简单的是讲，为几个年代，甲为几个国家有来咱台湾。在三四百当内底吼，为当时呢西班牙，为荷兰，为了电信公，电信公当时是明朝，因只清朝讲是明朝末年啦。电信公了换清朝，我清朝了呢换日本，日本来换中华民国，啊中华民国呢，你也要结束啊，啊要结束，啊所以咱台湾前途何去何从吼？所以我想先对我演讲者。哦，大家稍微少捌一个啦，吼。我一九四空吼，就是用因中华民国算二九年初，啊，那咱日本迄阵也是昭和十五年吼，啊，所以我在座咱这条只有可能有含我同年龄的吼，啊，有比我较少年的。迄个早期呢，因为阮读这个学校，了后过来这个学校，就讲官校。过来来绿岛，吼、哦、研究所，前后总共十五栋吼。为、哦、当时讲奇怪，你个绿岛无这间大学啊，所以我看落去吼。啊，这间大学阮有校，读个无校啊，这间校无一样，吼、哦、绿岛大学吼、哦。我倒是判十二栋啦，底下研究十二栋吼，啊又一个成绩袂歹吼，佫加三栋落，所以变十五呢，吼、哦。即路成绩好的人，较会当安尼啦吼。所以恁遮踮遮读册，恁也成绩好吼，是袂留咧就对啦。成绩咱就管毕业啊，我成绩爱去留咧呢吼，这边十五档吼。了出去啊，阮有个找机会吼，伊啊。落即个中间呢，老实讲，阮十五档出来了，继续为咱台湾咧拍拼。有机会，阮还去接到啥呢？接到了插入宗教，小等我会加伊嘛讲到吼，吼插入宗教吼。我做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执行长，了后呢，啊，三门宫的董事长，那大个人较知啦吼，外观就是较唔知啦吼，这真大间的庙吼，就是太子爷总坛，伫阮高雄三门宫吼，啊，我伊迄落在政部做迄落宗教迄落吼，迄、那个上吊是讲奇怪啊，你想那海济咯，为人作者来问这个问题，阮当初是为着要主张台湾独立啦。哦，讲起来台吼，对咱台湾人拢有感情，对台湾感情，希望咱家己当家做主嘛，这是咱最基本的想法啦。那台湾独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错哦，几十年来吼，啊，拢伫街路咧画，伫咧画，啊，画画都无效啊。那即个咱台湾政府较知影讲吼，啊，咧街了工的就对啦。啊，恁头唔知呀，因为一戒严就三十八年啊，蒋介石来的时阵，甲咱教育。阮啊，长时间拢伫咧教内底大汉的呢，但是呢，阮一直想讲，即外来监管，即走路的，迄中国大陆吼，迄落一路用拍输，互共产拍输，走来即哪家来？阮就想一直拢有即种想法啦。但因安尼，所咱读的册，拢无甲咱详细讲，迄段历史甲咱暗藏，迄段历史甲咱扭曲，所以慢慢我会讲着正题啦吼。咱即摆先了解讲吼，咱台湾的。我用较简单的，予各位知影讲，当初伫西班牙时代，伫西班牙来以前呢，要葡萄牙，啊，其实吼是葡萄牙吼，因啊过了海峡吼，啊过太平洋讲，哦，有一个遐水的，迄落一个岛吼，叫做 Formosa 吼，来因等于因无定着哦，伫澳洲了吼，就伫遐臭屁啊，讲好，我经过对一搭吼。啊，有足水的迄落岛了，哦，西班牙听着，你舰队就先来啊，你话，所以呢，为底呢，为咱迄个淡水的所在，加个阿门城，吼、哦，淡水的所在，讲的时阵，荷兰因啊，佮有听着这個消息咯，哦，因啊舰队来呢，但是阮伫南部，就是为咱这迄落罗尼门遮有无？伊这个为安平啊，进安平古堡遐佮有啊，哦，伫荷兰时代吼、哦，啊，这了荷兰伊也甲西班牙拍走去。因总共拢伫遮三十八栋吼，所以这两个，吼咱简单知影了啊，西班牙甲荷兰，因虽然伫遮三十八栋呢，但是有留一寡咱较近的
一个咧讲的话，甲用的物件吼，拢是引进的国家所留落来。你比方讲咧，咱来讲吼，法纳会，法纳会来讲啊咧，讲火器啦，无火柴啊，迄法纳会，法纳咧用的火啊，所以当初的时吼，是因把因的国家炸了迄个火吼。啊，所以咱哦，咱不要讲啊，讲啊，迄个法纳会，法纳用的火哦。啊，迄个油啊，迄草油，迄法纳油啊，因法纳咧用的油啊，叫法纳油吼。啊，个啥呢？法纳姜啊，迄个拢讲法纳咧咧食迄个姜啊，法纳姜啊。其实咱讲的法纳，伊讲咱法纳，你知无？啊，所以咱讲用安尼按摩按摩，金毛金毛，啊，甲目睭咧，安尼，迄个金色的，唔是咱咧乌白的吼。个一个咱即马较适量的吼。叫阿姆陀啦，啊！我真习惯上，我来讲阿姆陀，我无咧讲什么水泥啦、水泥啊，水泥迄是北京去英台跟你讲的吼。这阿姆陀足实用的啊，各位知影阿姆陀嘛？各位知影无？吼、阿姆陀，啊！这阿姆啊咧用的陀啦，啊！遐好用啦。所以咱真只阿姆陀，甲即阵几百档啊，那是还阁记咧，讲这叫阿姆陀。啊，其实阿姆啊咧用的陀就对了吼。这个西班牙甲荷兰，吼、哦，这两个时代拢在咱台湾上了八当。当然，因为这两家嗯啊有拦着咱，基本就台湾北部做个这两家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所以为了隔代遗传呐、啊，所以隔代遗传吼、哦，我的高雄吼、哦，要看一个小姐吼、哦，他们迄、那个金毛的啦，皮肤啊白沙沙啦，我、奇怪，啊，这套了什么证的，才会辨认出来？因时段都不是的，因时段拢乌的呀，啊，目睭拢是咱乌白的，那有变迄个金的吼？我想啊，隔代，迄、那个隔代吼，就迄、那个隔一代、两代、三代、四代吼，迄、那个遗传就对啦。所以就是讲啊，安尼因的祖先有阿摩的吼，有透到迄啥呢？那无西班牙的，啊无透到荷兰的啦。哦，啊，这拢免怪啦，伫个时代时的咯，有透到这拢免怪吼。啊，你后来话电信讲。哦，电信过来是六里门登陆的吼，就知影吼。六里门即摆要天后宫有无吼？遐足侪景的天后宫，伊拢讲最原始的拢开台的啦。啊，咱即摆搞袂清楚啊。像迄个什么架通六里门遐为嘛做空过来呀吼？伊若讲伊当初电信讲因登陆的时阵吼，我落去参观一间迄个天后宫吼。伊讲当初电信讲的时吼，主那就是往迄个所在来，吼，啊，这当然伊咧讲咱也无容易纠正，但最起码因是为迄个六里门要订约，吼，这是一个事实啦。啊，为对一点咱是唔知，但是为六里门吼，你要把荷兰伊只落甲看出嚟，即马刷咧呢，就变清朝，啊，清朝派只西龙，哦，为进攻配合了为台湾来，啊，西龙，哦，等于就出卖台湾的了吼。啊！即马咱台湾唔知地界西龙唔知虾米人吼，吼大目睭来看着吼，地界西龙咧出卖咱台湾吼。迄、那个1684年是把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的版图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唔是伊原来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唔是，吼、哦。迄是讲落迄个帕德廖吼变托属地，啊，我来讲属民地吼，即托属地的地啦吼。小等下讲到吼，伊老是这版图了后咯，用这个政策，清朝有这个政策吼，就是安那呢沿海所在啦，几公里袂使带人，伊惊人偷渡啦，吼、哦，迄个一个政策，啊个啥呢？袂使带迄个某囝过来，啊，当初那是种奇怪，按着袂使带某囝，啊，以后即大家遐十米高矮身咯，是安那生也死死吼。所以咱台湾的制服杂就是安尼啦，就是有透过可能编布做的，有原住民，吼，就较早高山做的，啊个编布的吼，啊个荷兰、西班牙、南南落来这大家吼，拢家家做伙啦。所以咱的 DNA 内底吼，咱也袂研究这啦，其实有人专门咧研究 DNA 啦，吼，马加医院迄个副院长吼研究这，吼，啊，足侪人根本就含中国大陆话无关系啦，吼。即个唔惊咱讲的吼，所以我想讲，因未带带某囝过来，伊拐拢十一哥啊过来，吼啊以后才是谁那出来吼，所以咱今日也免
讨论这啦吼。我讲来较重要的，含咱台湾有较直接关系，吼，就是这个1894年清朝甲日本发生甲午战争啦。啊，但是清朝拍败嘛，拍败了时咯，有签一个条约，叫做马关条约，吼，马关条约吼。马关条约了，就是1895年的时吼，清朝大家看咧哈，用台湾配合永久的吼，永久的挂号单咧，日本天皇，伊毋是挂日本政府啊。他在是人拢是迄个皇帝对皇帝吼，啊，所谓全国拢是皇帝就对啦。啊，所以伊是那大清帝国的皇帝，啊，把台湾甲澎湖咧永远挂号单咧，大日本帝国皇帝，吼，这点大家稍微记一下吼，慢慢也和咱本地有一点关系滴个。代表挂号的时阵呢，代表有一个孙母叫汤景祥，伊就安那不服就对啦。伊讲，嗯，安那会使挂日本呢？哦，因了个想讲要创立一个国家，现在叫啥？台湾民主国。伊国旗用拿地黄虎旗，稍等下，哦，我用地图，互你看会到吼。迄、那个台湾民主国，迄、那个时阵呢，算亚洲内底第一个民主共和国，就是咱台湾啦。但寿命呢，无几日哦，就走路啊，佮走去中国大陆啊。哦，这是汤景祥吼。迄、那个日本。伊要统治咱台湾的时喏，老实讲，那是老真侪火啦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当清朝要挂你日本的时喏，清朝伫对台湾的友好的统治是拢西部尔尔啦。吼、哦，我即个只无一个大部，你是知影？好像一，好像一只迄个啥，迄个塔嘛，迄个形尔尔吼。但是伊把呢所有的归拢挂日本啦。所以日本一个过来的时阵吼，吼、哦，遐高山族的都反抗啊，用奇怪啊，恁的清朝的国号是安那恁起来反抗哦。所以较有名的，你比方武侠事件啊，大八年的事件啊，牡丹事件，这种真大的，日本人死伤真济啊。但迄个原住民就是高山族，伊在想嘛。用机关，我都唔是你大清帝国先啊！你挂日本的先啊，连阮兜都挂互人伊啊！等于讲隔壁的是你的保守教，你的厨用过的先，哎、欸，我隔壁你无关系啊，那鬼拢挂互人伊，所以不服。来不服的先呢，所以日本来先咯，发生真大的冲突嘛。所以日本的先就鬼用国际法，无我鬼该征服。所以征服的先咯，思想真济嘛。所以到尾啊呢，落到有一个。1937年，甲胡明华运动，迄、那个，即个胡明华运动，到尾也都归拢征服啊，征服啊。有当你想讲奇怪，迄阵啊把澎湖甲台湾拢挂日本的心吼，咱会想啦吼，那要拯救咱的祖先的东西呢，伊就归挂荷兰伊啊。啊，去挂荷兰的时啊，伊的就是讲台湾这个所在吼，是啥呢？南无伊。路无情，哦，就讲迄、那个啊个鸟不语，花不香，而且咧，会花花之地啦。虽然台湾迄阵也是和清朝看做安尼，所以该当作无用的挂挂荷兰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挂咱几百年来，咱所有先民，大家安尼在勤俭打拼努力，甲今日有咱台湾这个成绩呢？因迄边啊，迄国遐。就继承大清过来，因遐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迄搭遐，伊讲啊，你台湾当然是阮的呢。一歹势，你迄阵啊只能讲，咱遮是南无伊路无情的所在，是一个花花之地啊。你今仔咱大家共同打拼，建设了台湾遐水啊。你讲是因的啊？咱今仔日台湾啊，好像讲非洲伊索比亚安尼啦，吼，迄大家还佫饿到大头壳哦，伊就袂讲因的啊啦，伊就吼啊你。各位知影吼，迄、那个1937年的时喏，由日本伊个征服，征服了的时阵吼，他开始做了皇民化，皇民化。老实讲的时吼，日本来台湾的时呢，拿荷兰台湾这大家两党的时间呐、啊。为什么按照国际法来滴？
我两段时间内底，恁也认为讲两冬后，恁要做我大日本的方面，吼、哦，还是你要继续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，两冬后你选择。所以两冬了的时阵吼、哦，日本大哥来甲因讲，来，即马恁会使讲吼，你到底即马要做我大日本帝国方面，还是要做大清帝国的？结果迄阵有四千几个吼，讲那个。做迄个大清帝国的，所以咱那咧领迄个户口填本啦，那日本时代内底有些华侨的吼，这真少啦。但有人发讲奇怪，啊，咱的是那个变华侨的吼，迄个当初要做清国国民的啦，迄个是毋知恁阿祖、恁阿祖做话什么人吼，要做清国国民的，吼，迄靠这种身份啦，吼，各位吼，迄个1945年四月七。即嘛慢慢接入咱这个迄落台湾真重要的迄落吼，吼就即嘛外界甲咱真吼分袂清楚啊，为什么爱麻烦各位来上这个课的？上重要就是爱认清就对了。因为1945年四月七，迄阵还个大战中哦，大战中，迄阵啊，伫咧1943哦，这是四五嘛，1943，拢总有啥物人？有迄个丘吉尔。有罗斯福，有蒋介石，因伫开罗迄带遐，阿台讲讲诶，你知还叫做宣言啦、啊。所以一个开罗宣言，但是阿个一个波茨坦宣言，伊个宣言就是咱台讲讲诶，迄毋是条约嘛。所以因即卖咧讲台湾是因内心咯，就经过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宣言，啊，这种好笑诶，甲恁骗过60档，连说教科书拢无要咱读。就是经过这讲中国，咱台湾是因的，就是安尼啦。爱、啊、是大战中哦，正式大战了，爱经过啥？经过合约。所以这个合约当时呢，是1952年，拢做40多个国家，拢在48个，其中一个也无一种哦，来咧签约的，迄、那个旧金山合约啦。这里国际上法律上的违改啦，叫做法律的违改相关的就对啦。所以是。国际上要经过这个战后的合约，不是经过迄阵啊战争中恁几啊代讲讲的，迄、那個、叫做宣言。和各位大家这点爱多清楚吼，迄、那个宣言啦吼。所以就四月七有无？战争中的时呢，赶紧呢把台湾配合纳入大日本帝国内底。你着纳入了，开上这边，开上参战。所以咱阵啊有派三个时呢去。日本东京做开会，然后呢，咱啊征兵去南洋的时候作战，啊，真有名哦。迄咱的叫做特工队啊，拢大部分拢咱台湾人哦。所以即马日本迄个全国新生，拢总有39100位，咱台湾人就伫迄个新会也去伫大遐。虽然台民政府的时哦，咱今年12月20日，吼、哦，甲日时呢，就是要。除了甲天皇祝寿以外，上重要就是要甲咱的英灵39100个呢，要去啊间吊拜，要间吊拜。啊，各位因为无受过高级班的吼，因为这个高级班的是较会当参悟了，对啦吼。这个苏尼的时候正式纳入了时吼，就变成他的固有领土，固有领土吼，就安那呢，就袂使特别挂号人去啦。那托出地啦，还是殖民地啦。这会使挂，会使让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固有领土，这个袂使吼。我想以前上课有小甲恁讲过吼，同马关条约时吼，有签其中一个台湾甲平哦，佮另外一个辽东半岛，因叫做半岛的，因叫奉天啦。迄奉天的时阵，因清朝较早做困嘛，就是发源地了，对啦。所以这个固有的领土袂使挂互人。所以当初像日本签约时了，苏联迄边啊。来反对，啊反对了是呢，把这约个解读掉的，用比作黄金培养的对吼，所以我简单提前几点无人知影。来，咱这个开始让我征兵甲参议，吼、哦，1945年的时吼、哦，因为美国你来援助团炸一个日本巴岛一导航，导航的时阵呢，老实讲，伫这个作战中啊。咱台湾苗就写呢，本来是按照马格萨伊的战略啊，
迄军队的战略哦，就我叫做主导攻击啊。迄主导的我这个岛攻了，佮换迄个岛，这个岛跳这个岛，安尼就对啦。但因伫硫磺岛的时阵吼，死伤真济，死伤真济。所以美国若考虑讲，我若佮要来攻台湾的时阵哦，我会耗费几落数的兵力来登陆来拼你个啦。所以呢，马克思那呢，伊就改变了战略，我越岛攻击，我跳过就对啦。我就跳过啦，跳过奥克纳瓦，就即摆讲琉球啦。吼、哦，就是奥克纳瓦，跳过遐直接，我要攻你日本的时阵哦，一攻要攻到你门口顶去，吼、哦，我搁直接台湾车师兄，但伊是日本的国家错误，伊拢啊唯一的东北遐吊两师的万荣军呐、啊，就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吼、哦，来镇守台湾就对啦，要让美国大吃饼，无一个美国的心哦，哎，我都袂瘾来，我都用迄个美日搞的，我来轰炸了啊！我炸弹在来来个轰炸，所以国民必须要较早有在问啊，到底炸台湾是对一个国家，我也个唔知啊，讲是日本，还是美国啦？啊，因为咱即个诶，迄阵我细汉啦，唔知啊，当不了讲美日搞来轰炸是对，是对来轰炸的。啊，我想讲还是日本啊，因为啊，咱受了国民党教育内底，加上咱含日本咧战争啦、啊。我就细汉的心咯，迄阵伫大汉讲，诶、欸，啊，都唔是咧。啊，咱是日本呢，因为是大人较早，咱讲日本话，嗯，啊，较会讲咱含迄个日本咧战争啊，啊，唔是咱含中国咧战争啊，啊，中国是捡着火烧炉啊，伊根本也无来战啦，伊是美国原子弹沉落了后先吼，还捡着火烧炉啊，搭讲吼，马加塞叫伊讲，啊，无你暂时来用万荣军的身份哦，来接受台湾呐，所以接受的时吼，哇！这个一个啊啦，从 CD 定点啦，一个接不了时哦，煞无要走啦。哦，这以后先来讲着吼。啊，所以咱变成咱台湾的命运安尼，当马加萨斯以越岛攻势跳一架迄个奥克纳瓦时呢，你看二十当后，然后用政治解决，和奥克纳瓦啦过向日本去啊。啊，如果若讲迄阵啊，马加萨伊定着咱台湾呢，迄阵啊真明显，着美军占领。啊！美军的搞无可能有无的啦，国托管，啊无暂时啊，因美军托管，啊慢慢变作咱台湾人要安怎，就咱就咱主张啦。结果唔是啊，好被中国来时呢，顺理成章啊，讲意思，哎，你台湾卡在阮中国个，啊，所以我来管的时喏，从含咱们人工作伊个就对啦。所以各位吼、哦，慢慢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伫中国大量拍败时阵呢，一部宪法，你即马大家讲个，台湾民进党。啊！男的做伙讲啦，这部宪法是中国大陆也未用到的，因就走路啊，从加西亚派嘞，啊，这部宪法派嘞派来台湾，啊，光有一部宪法，啊，主要都拄着咱民进党诶，因为我民进党员啦吼，啊，我都无要提，有无要提理由啦，因为你若提吼，咱咧讲民进党诶，伊会甲伊讲，迄阮党诶代志啊，迄阮党诶代志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我袂用提，那讲诶是，毋是，这毋是甲领导诶代志。即弯道的代志了，对啦。啊，所以我无要提。这民进党是哪哪呢？因为着一寡为着选举利益，无想开讲台湾的争夺是落伫三人的手里。你结果含中华民国做伙含咪修宪，修宪为着选举，啊，选举就挑啊，大大小小选唔到就食大地，选唔到食小地啊。啊，比做伙咧挑，就糟蹋咱台湾，损咱台湾人，你讲。所以各位大家搞清楚哦，伊这个选举是要拔哦，延续伊中华民国的性命。中华民国是走路呀，所以用 Chinese Taipei，Chinese Taipei 就是呐，就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流亡伫台北，唔是伊袂使用迄个国家还是所在名，袂使讲流亡伫台湾。所以你嘛就是大家的心呢，法国的心和希特勒吃咪。了后呢，因流亡伊对啦，流亡到伦敦啦，所以袂当我流亡去英国啦。同款即个情形嘛，所以流亡到，所以请你台北，啊，规个拢甲恁说，所以伊个国旗袂用起啦。所以你喺俄文的时喏，迄啥人五洲牌啊，五粒脸来啊，五洲牌啊，啊，大家拢奇怪，啊，为什么你有一个国家，啊，你参加迄个俄文的时，啥个五洲牌，迄五粒伊国外的啊？原来慢慢大家知影讲。啊！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嘛？
你是流氓，是咧政府伫咱台湾念念，你是一个壳，双机卡炸迄落过来，啊手歹穿，安尼过来念念嘛。来伫咱台湾咧，遥不容易吞打咱台湾人，啊咱唔知影，迄阵来是干一二八事件，所以小等咧吼，会先讲到，迄个二八事件，为什么二八事件？我小等来讲来，好，咱即摆来说了 ，ROC 无，就中华民国伊个代称啦，英文的代称叫 ROC， 南京立国了。四六年根本也袂用到，因过来时阵吼，你也看1947，过来台湾时喏，年外年年啊。第一批因过来时呢，是迄个1945年，伊宣布讲日本投降了时喏，因第一批1945年过来，因也是那呢，是阮老爸伊迄落码头甲接啦，拢是咧成个乞食兵啦。因阮从细汉的时喏，听时段来讲啦。讲伊要接的时阵哦，阮阿嬷有同意啦。讲啊，无你码头啊，啊看嘛，看下咱迄个中国，较早看中国，吼、哦，因为阮阿嬷是白卡，你知？三寸的白卡呀，啊头毛，迄头毛啊洗一头毛吼，好、哦、洗几波啦。迄头毛落来时阵偌长呢，落个是宽宽白，宽宽白，宽宽白安尼啦。啊，那咧洗卡吼，迄两个布就对啦，落规一个德哥拢拢啊比迄两条尔尔啦。你看迄、那个，恁可能也唔捌看到，迄三寸的啦，我阿妈咧三寸的咧，所以啊，到一种思想叫阮老爸哦，你安那去港口啊看嘛咧，伊接无阮老爸转来，甲我阿妈讲啦，伊讲吼，迄像迄乞食兵啊，安怎呢？啊，就顶社会排伫后壁吼，啊个后迄个穿布的、穿草鞋吼，个臂阔卡的，啊个排两支枪啊，一支咧刺着步枪咧拍人诶，另外一支咧食薰咧、食水薰啦，迄个薰枪啦。伊讲靠，迄个像中国兵啊吼，都讲贱尔吼，看起迄个唔是咧，像咧走路咧。嘿，我老爸当下搞阿妈讲的时阵，我慢慢大汉咯，较回想，同款迄阵啊，日本战败，因咧部队要撤退的时阵吼，困伫阮三民国校啦。在座你若高雄，你知影三民国校吼，即老牌的啦吼，迄、那个三民国校，阮就三民国校毕业的。你也是拢三民国校对不对？你就知影。迄个拢困伫教室，啊个走廊哦，因个部队个仪容有够好个，有够守规矩个啦。暗时困了日时咯，拢伫咧走廊，拢坐咧，拢阿无拉拉蛇，拢啊单要等伊，天上等就对啦。迄衫裤拢有够金闪闪，即个方擦个金金啊，足金金，皮个拢擦个足金个啦。所以我两项比较，一个所谓战败日本国，一个战赢中华民国，一靠。哎，一个乞食兵，啊，一个将这个部队遐那个兵啊，所以慢慢大汉的都回想啊，原来中华民国因为战呢，迄是叫了火烧脑海嘛，伊那是日本伫把派到重庆派到山顶啦，迄若无讲去轰炸珍珠港的时阵哦，老实讲中国就亡伊啊，都日本规落拍败伊啊，你干呐？所以这批人过来的时阵，来台湾念话念了，来呢穷啦、干啦、杀啦。然后搞完这个年龄，佮比我较侪人就足清楚。我阿妈是拢叫我哪样呢？咪当迄个不倒卡，我讲你不做咧保庇啦。所以我那囡啊，我只狗囡拢咪当不倒卡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个人个寿山顶吼，迄个少虾拢为山顶，你那迄个伫街路打的时候，拢该断了掉了。所以个人思想真侪，就是因为我有寿山顶，伊拢霸手伫个山顶啦。所以为啥二八事件？迄其实是1947年的2月27暗，咱延平南路台北有一个阿婆啊，咧卖粉啊。较早咧卖粉了，毋是讲吼，西边你问即摆卖了有啊？伊一家一家有无？一个粉家啊，尔尔，吼阿伯伫路边咧卖吼。结果一个中国啊，迄个技师诶吼，就姓赵啊。吼，因为咱无在现场啦，到底什么款的冲突？一个事实就是牙签啊，拍死。啊！一个手无寸铁，一个老阿婆啊！你为啥牙签啊拍死？这点无法通讲会通的嘛。所以二七暗的时候，因兵当啦，迄个围一挂人，啊，了真阿妈在等伊。但过早啊，就2月28过早啊，各路人马拢个未来的所在。好啊，你一嘴，我一嘴，大家讲广告的时吼，讲好啊，这个国民党，这个中国啊，这个时吼，阿爸什么后代，十岁高家村大家讲的啊，然后呢？我骑脚踏车，我用走的哦。为北部啊、中部、南部地团呢，
阮南部是到三月初五啦。但这消息就传得来，较早毋是讲有即马安尼呢？有啥物？咱的手机啊，行动电话也甲卡会通啊，吼、哦，较早拢无的啊，较早拢凭啥呢？落骑车、骑车达管理通报的啊。你看为什么讲几夜之间内底，为安尼台北落来到南部，迄阵啊火烧高寮啦，哎、啊，你着知影吼、哦，迄严重性，这毋是一个个案尔，比通案啦，表示这批人过来时喏，全台湾的主君啦、啊，吼、哦。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，引起咱全台湾普遍的不满就对啦。所以看呢，那如果讲这个个案尔尔，应该别引起安呢，表示全台湾拢是安呢。所以迄个事件，我断了心吼，我阿哥讲，哦，好个在阿妈，就是讲阿妈，伊讲伊若要出去吼，阿妈拢会用迄个黄连啦，各位就知黄连吼，讲来抹面啦。啊，抹手啦，抹呢黄酸黄酸啦，好、啊，你知影吼？抹黄酸黄酸，即款段阮阿哥阿讲哦，讲好啊，即阿嬷哦，阿嬷佫知影这哦、喔，所以阮三阿哥吼、喔，拢保持吼、喔，拢无用糟蹋哩，落见也要出哩，拢落抹个黄酸黄酸就对啦，吼、喔，即、這个对付一下中国兵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伫大汉哦，啊，伫哩细汉佫听即是大汉咧讲。啊！二八的时吼，阮的阿叔，阮第三，阮老爸第二，第三做医生哦。结果出去要讲王进呐，王进拢给一个欧巴吼，出去讲王进吼。结果这是医生，还是咱同仁挂一卡，还是表示医生的嘛吼。结果呐，中国兵啊，砰一下就甲断，你知影无？拢无咧问啥货，好啊！再到断一下来惊到头家咧，总之来趁机断咧，拢总作断出来吼。伊啊，做医生家己知影。赶紧拢白白染一个壁边吼，总摕咧，啊，家己用布咧扎迄个血吼，啊，阵也无电热通好拍，啊，了好佳在安那呢？伫阮后壁透早四五点卖处理迄个顺残水啊，经过迄个所在就对啦。看到阮阿叔，阮阿叔袂讲话，迄种个你个一啦，伊也看，哎呦，这鬼拢血啦，吼、哦，赶紧来甲阮兜来通报吼、哦，你也想，阮兜总动员啦，我即摆印象有够深的啦。迄、那个阮几啊叔啦吼，尤其阮老爸啦，赶紧就叫伊几啊小弟哦，较细汉咧叔啊吼，去门口埕收竹篙啦，用竹篙啦，啊话较大口啦，去用一个门戏板啦，门戏板咧知影吼，迄、那个门吼，甲用一个咧做门戏板做担架就对啦，要扛人个担架安尼啦。我老爸先吼，就管用迄个红哥啊，阮较早咧无过啊，迄无啊吼，阮厝内阮是四合院的遐啊。吼、哦，有迄个无过，顶埕、下埕、到后壁埕呀，啊，所以阮有一个无过的吼，拢、哦、有迄红哥，吼、哦，你骑红哥呢？啊，迄、那个佫叫一个小弟仔吼，去把米酒皮啊，迄、那个皮单拆掉伊就对啦。啊，所以拆掉的时候，做一足大的，阮老爸写红十字啊，用红哥来写写红十字啊。啊，佮着阮一个细汉仔个吼，去收德哥入来了吼，从德哥用来吐了红十字足大的啦。我这孙啦吼，几十个吼，拢对你阿边，对双的都对你阿边。啊，迄个迄个红十字吼，总吐了吐了吐了，总是吼，迄个阮叔啊吼，总迄个更衣队啦，更衣了便宜了掉了，迄个便宜伫个上山街啊。所以你若无迄个红十字吼，凡是迄上山店，迄机关枪都变变落来啊。吼，这是阮细汉妈妈吼，就对这个二班吼，吼有一个印象，就细汉看有着，家己阿叔也是安尼吼。来，我等下看这吼、個，这个机就是吼，台民主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国的，吼、哦、啊，为什么奇怪卡用龙呢？啊，用这个一虎呢，表示咱中国嘛，龙兄虎弟啊，中国代表龙，啊，台湾代表虎，所以用龙兄虎弟吼、哦，啊，这种当然啦，这成了过去啊啦吼。有几啊几啊多片的时吼、哦，我小等下到恁看，咱即摆讲是咯，1949的时候，你知吼，四九。我二十个台湾时期戒严，迄阵是戒严，伊蒋介石无路通走啊！因较早是咩选三个所在走，一个西藏，一个海南岛。因家己评估西藏人要走起的时吼，迄时候中国的陆军啦，就中共就对啦吼，陆军较强。反正你走一下山顶，人家约个山顶。啊，那海南岛呢？迄、那个离中国足近的就对啦，啊，佫无啥物资源啦。所以因选出也是台湾，有一个台湾海峡，
啊，佫不算丰富哦，因着走咱台湾，啊，虽然台湾够衰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拢概念即个中间，我想讲即个时代人吼，都拿来讲啥呢？因来了，就是蒋介石个时代、蒋经国时代，佮着李登辉个时代，佮着阿扁个时代、甘马英九个时代。每一个时代内底来要讲个，讲足济代志就对啦。啊，我当然我较简单个来讲啦吼，概念。即马先看几啊图片吼。这里阮出来了，阮咧联合国抗争啦。因为阵啊，咱了个无想着讲，无接着当民政府接来遮，你抗争都无效啊。哦，阮个走呢，走去对啊联合国议员吼，佮走去中国个大使馆啦。因为我个代表之一啦，我来走去抗争呢。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大使馆个人吼，唔敢点样，叫个美国啊咧过门个恶心个啊，底下敢接伊个抗议书啦。哦，即阮当初是着走去美国遐吼。佫过来来，即张个先吼，着阮坐落，着即摆个建立个所在，人权园区啦，即摆改做人权园区吼。即、這个操场遮吼，中着是好天咧晒衫裤，啊那衫裤收了，阮着在遮拍篮球，伫即个所在遮。即边西来工厂，阮即边丰源工厂，我着丰源工厂做衫裤个。当初个先呢，迄、那个越战吼，建立总部。落去越南卖五万束的衫裤，啊，甲五万领的网带，迄五万领的网带拢经过我的手，因为我有一个商车的吼，商车咧做这啦，啊，烧干吼，迄五万领的网带，啊，因为伫即个车啊做工吼，趁一寡劳作金啦，所以当阮妈妈咧破病的时阵吼，我都有内底趁钱，拢奇怪坐落遐趁钱吼，我内底趁钱劳作金，啊，寄过来互。好一边了，对啦，迄个时阵呐，哦，而且了后咧，这张吼，我全世界干这张念念啦，有这张偷翕的，因为我阵遐少年吼，这就是军人感觉啦，伊军人感觉的时阵吼，多啥呢？仁义礼智信，多分五家多安尼，有无看？啊，中就是这中央台啦，所以这干的时阵吼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阮哩性格根本总无招来，招来啥？因为迄阵啊军人无遐济，啊所以吼，即间叫根本总无，迄、那个西山拢搬到这边。啊，我迄阵啊先咯，为红衣的将调到你这边西山家吼，拄啊啥呢？拄有一个师傅吼，外口请，先哭啦，讲哎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啊你敢，迄、那个卡米拉起来吼，甲翕一张相啊，吼、哦，伊今日拢摕卡米拉。我爬去这楼顶就对啦，哦，这违章建筑啦，这违章的啦，伊这含干拢相像的有无吼？甲这两家有一个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搭起来违章的啊。我爬起只伊个翕过吼，哇、哦，这张山呐，顶吼，即马独一无二的呢，对不？美国遐老这张甲顶出去了，第一感遐上头前遐吼，人感遐雷震，各位在知嘛？伫迄个自由中国报会刊内底写讲反攻无望论呐。反攻无希望，吼、哦！啊，个要组织动迄个雷震啦，吼、哦！关键迄带遐，过过来叫做马先锋啦，马上叫立委啦。啊，奇怪，立委是咱管的，啊，个无判刑，啊无判死刑，啊无个判刑哦。奇怪嘞，即个只就是安那呢？伊无大无是立判刑吼，提案啦，讲要挥雷吼，斩丹刑啦，以谢国人啦。啊，即、這个应用三国时代有无？迄、那个孔明的心啦，讲了。挥雷斩马谡，以谢国人呐、啊！啊，斩马谡的时候，当四十万大军的时候，左军拍败吼，一家人走回来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先吼，孔明讲，嗯，啊，部你带部队的部队用不着你，你个该选回来啊，斩嘛！所以目屎流人来斩嘛，叫挥雷斩马谡，以谢国人。同款，陈诚伫东北遐，也是几十万大军用不着你的时，家己选回来了，选回来先吼。这个马先锋立法院的伊个提案，挥雷斩丹刑以谢国人呐、啊，来拍摄，因我们知影丹刑含蒋介石个足特殊的关系啦。吼、哦，这我都无意中吼，你坐落先咯。伫保安处地下室，甲拄到一个国民党特务啊，吼，也是因浙江个啦，姓蒋个啦，甲讲一个机密，甲这拢无人知影个啦。我等有机会再来发表就对啦。因足特殊的关系啦。就担心含蒋介石，所以当然呢，即马上讲，即立委提案了后先吼，
马上就火甲掉去啊！马紧呢，搁甲抓起来，搁抓起来。所以关伫遮，也无甲判刑哦。按了两个月的延期间，两个月延期间，延过了十单，延到老蒋会跳刑哦。搁过来呢，就是迄个赵志华，就是增加副司令，即、這个所在遮增加副司令即栋。增加副司令，你知影嘛？我靠呀！有一个迄个兵变，就是迄个增加，迄、那个战车要开出来吼。但迄个在伊靠号，唔是要演老蒋的哦。伊是安那伊靠号叫清军策啦，清军策。你军的边啊遐人哦，表示讲遐拢摆官就对啦，要清遐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个无判死刑。就这个小将这个吼，伫这来遮，搁过来遮就是苏龙客。迄、那个苏龙克个知嘛？即个婚姻馆长因老爸啊，迄所长因老爸吼，吼较早阮做内底，啊伊也拢分开，阮挂只一管一边。迄苏龙克，苏龙克话，甲真个时话拢真模糊啊。苏龙克到底什么案呢？迄阵啊，当然要选馆长，馆长选无着，当然是国民党做手去。然后因啊后尾有一营诶海军陆战队啊，因礼拜吼来休困吼，拢出来行了六六十啦。好买几啊六六十，因为唔是讲即马周休二日啊，较种几日尔尔，所以其实伊若要等来北部吼，来回都袂赴啊，所以拢几日当迄好买几啊六十，啊就安那呢？熟悉就好买几啊一挂人啊，你讲个啥呢？啊拢共款讲话啦，啊国民党咧招罗建馆啦，吼，好啊，大愈讲愈迄落心咯，总结合几啊十个啦，遐初次相投的吼。嗯，啊，佫无来护理啊！啊，伊如来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啊！有海军陆战队迄一年吼做底就对啦。讲有压起来了吼，占电台啊，直甲舞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想了作天津啦吼。伊讲啊，无算来做领导啊，伊想讲啊，苏东客啊，吼、哦，双管就靠知名度啊。无听讲迄个问的时吼，嗯，一个弹头呢，当然是几啊条杆吼有色的啦。甲讲一个弹头啦，嗯，够好。但伊讲哪呢？讲我是地方靠名尔，全国个了，全台湾个吼，伊知名度无够啊。因讲爱去请啥物人，想想个吼，有人讲啊，郭玉秋啊，郭玉秋那较少了，可能唔知影啦。吼、哦，较早东华个时阵吼，真有名，佮做个演讲个，吼、哦，伫、這个台北市个市长啦。伊讲啊，你郭玉秋啊，所以即个郭玉秋个时喏，因咧吹吼，无你啊弹头咧，伊讲但是吼，即个条件，对啦，起来了，只要当电台就对啦。当电台买迄个合约要发行的咯，伊才开始出名啦。这电台真有效，就是讲从菲律宾吼，因为人民革命的时候，就到尾告主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天主教告主啊，就伫电台内底吼，总发了呛声的料吼，所以马克思爱走路啦，马克思爱走路，所以当然是讲伊要电台吼，那好势伊要讲，结果就代志破的，代志破了后先咯，所有起诉书半个钟叉叉。来台北找什么人？找叉叉叉，这个叉叉叉吼，伊名唔敢晓得，台湾观众会知影嘛？迄叫高玉秋。所以今嘛今日判决书吼，你也看了讲某某人定定定吼来台北找迄个叉叉叉就对了吼，迄、那个高玉秋。但今嘛真相也在讲出来，哦，较早拢有叉叉叉为判决讲，今嘛我拢讲迄个高玉秋嘛，迄、那个了吼，过、哦、来就是阮职工啦。阮即间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一段时间了，阮阁等于去大家，家了阁等来家，家了呢，就安尼发生一个天大地大诶代志啊！伫台湾吼，二月二八，阮有五个啦，其中一个阮六关诶同学吼，就抢枪，吼，啊，要伫遐做革命吼，要抢台东遐电台就对啦，啊，要伫遐服用，结果呢？迄、那个，我讲迄人拢有运啦。我阵啊，那阵讲吼，唔是调过来这边吼，啊调去太原哦，反正我硬调啦。因为遮拢用军人做底嘛，过迄个苏龙建海陆啊，啊我军人吼。但是呢，咱老李这边啊，所以同学调过来伫迄个太原遐吼，迄个厝面呢，调过伊是要抢迄个枪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枪要开吼，煞卡弹呐。枪手咧卡弹，打袂出嚟安尼啦，打袂出去，其中围攻啦，讲无呢，用刺刀吼，抢刺刀吼，甲堵啦，讲系啊，迄刺刀个新鲜啦，
堵咧到底吼，像个台底叽叽叫安尼啦，啊，佮堵袂落啦。一记者咧吼，讲内底吼拢有听到啦。哇，迄电铃一记咧，哇，吓，规警卫拢出来，哦，厝边吼。好，这段呢，我咧讲个这段，迄落简单甲各位报告了吼，因为时间我即落袂当讲伤济吼。过来，我咧美国了后是哦，这里是美国画派吼，这秘书长这荷兰的人，吼，我咧参观这个所在。啊，讲咱台湾以后要安怎啦？遮就是阮咧参加迄个白宫吼，迄落白宫啊，一个迄落内底处长吼，互阮做伫底下翕相吼。即个当时咧，迄落二零四月，毋是，即是即个我做迄落，我叫立哥吼。即是做感觉，即当然有人替我翕的啦吼。了后我伫遐。嗯啊，迄落哦，即个迄落教授兼校长吼，甲咱颁证书啊。我底下有一两个证书吼，即个真了不起哦。伫迄个中岛啊，过即个中岛，含迄落苏联迄个戈巴契夫啊，戈巴契夫的苏联在解体了，迄个戈巴契夫走美国访问哦。迄落阮即个教授还没做去食饭啊，是不是？了，阮去加拿大招待记者会，吼，我坐伫中即个遮。吼、哦，迄阵个做少年吼，伫加拿大叫来记者会吼、哦，后来我简单讲起来只，就是讲阮出来了，继续咧拍拼，为台湾国内出去甲国外继续咧拍拼，但是拢冤枉，安那冤枉呢？第唔知啊，咱的台湾的权力是啥人手咧？咱的地位唔知啊，主管唔知啊，咱都唔知，啊唔知了后先啊。刚刚讲我伫即个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咧说，包括咱今日在座也未来当民进党受你情咧，恁的脑海中那是爱伫中华民国，要一个选举啦，那是即落安尼啊，民进党啦、国民党啦，还有台联啦，拢差不多就之间咧打转啦，但这是拢错误的啦。我慢慢当讲的时吼，李登辉的时代啦，你看吧吼，李登辉起来时呢，咱何先讲。咱台湾人其实伊那是日本人啊，是不是？迄个时阵日本人啊，啊，规拢改做中国籍的呀。你改做中国籍，你无按照那国际法来啊。人日本来管台湾的时，还讲恁两党的时间呐、啊，互恁选择啊。但蒋介石来是无，海南帮规个拢总甲你改，大西洋规拢改，改做中华民国国籍的，这违反国际法嘛。所以，给咱台湾民政府的时喏，咱的秘书长会当个别国。而且要经过这啦，按照战争法、国际法，搁啥呢？国际条约，搁啥？旧金山合约，所以咱个各会行，各会赢嘛。所以当初的时阵呢，我是拢奇怪，啊，阮政治犯后一个呢，我个别行，要个别国啊。吼、哦，因阮一直想讲，你中华民国的流亡过来，你是流亡伫台北，而且流亡政府嘛。要选举，你带个六七十万呢，部队你家己选嘛。另一个协助的时阵，迄、那个达兰喇嘛，伊流亡去伫达兰萨拉，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咧选啊，家己内底迄几十万咧选啊，无印度含做伙选啊。啊，所以咱做那戆戆，你知影无？中华民国条讲，哎、欸，阮遮民主啦，我开放党禁啦，较早伫戒严的时阵啦，造成二八事件，搁啥呢？白色恐怖，所以阮就伫这个白色恐怖内底，吼、哦，要掠去。作是为了这个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嘛。别说讲无大各位讲奇怪，即摆听起来啊，这个听这个名词尔尔，无想迄阵啊就话恐怖。你咧听心机，爱比人米少赔内底呢。你要看杂志吼，嗯，爱有特殊的所在，迄个买会到呢。唔是讲像即摆遐公开啊。所以别说恐怖内底发生呢，恁家己岛的人，迄个你啊吼，厝里拢唔敢讲，你是为了什么代志呢？拢讲出国去啦，啊无出国去啦，是毋是呢？拢唔敢讲呢。你比方像我咯，我伫官校，迄个你爱时阵吼，无代表是我叫阮阿妈讲，伊要唔捌看到老蒋诶，讲好啊，啊我来好客啊，六月十六好客啊，我来签两张迄落吼，阮一个学生会当签两张啊，我叫阮阿妈讲六月十六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蒋介石吼，即老蒋诶吼，吼、哦、来你咧看一下呢，伊要看。讲好啊！我请哦，我六月七日都抓起来啊！啊，你啊锁起来吼，我阿妈也唔知啊咧，迄个我咧未使通知啊，啊我阿妈就
哪个去呢？关节找我孙阿吼，甲抓伊。问连长吼，讲嗯，哎，阿阮在原来呢。伊讲阿个临时破病哦，迄个病医啦，嗯，阿个破病医的病医，阿就对这病医啊，讲伊那唔知啊，唔知上医上医对起来吼，因也唔知啊咧。哦，阿我那么讲奇怪，阿上医病医卡诶，卡诶拢无敢通知啊。哦，我那么讲来来来找院长，哦，爱着去找院长咧。院长因可能讲无好一款啦，讲我在原来，讲阿姨出差，你台北出差啦，我那么讲一个破病，一个讲伊出差，会有问题啊、哦。所以等于吼，就甲阮大人讲哦，奇怪，啊，在我人开始出代志一款哦，吼，无即个中间，我拢袂使写批，所以暗暗就掠伊兼备总部，头底整个陆军伫个马面堂啊，去困马条啊，你唔知马条，日本是咧关马马条吼，外口一窟水啦，啊，迄个床啊，迄个笼啊，安尼一笼一笼吼，我看到关伫遐咧，啊，关咧要辛苦吼，面当排咧吼，拢烫光光咧。总走呐，出外口迄个马啊咧食水迄窟啦，走去厝遐洗身躯啊，啊要洗洗入来吼，啊再一个一个啊面蛋旁咧吼，拢无穿衫裤，啊再个入来内底安尼咧，我较早是安尼咧，搁寒天也烧伤安尼，啊即个恁是无通经过啦，恁最好也是卖经过较好啦，哦，迄个李登辉时代吼，老实讲，咱对台湾有一个寄望，吼。当初伊含平教授咧选的时阵，老实讲我也无支持李登辉啦，我是支持咱平教授啦，平平敏啦，吼、哦，讲迄个时阵咧选举的时阵啦，但平平的时阵，当然有咧海外，迄搭坐落的时阵，那我们伫内底，伊是判活动啊，在国际500几个国际学者吼写批，和蒋介石交予国安局的人，讲这个国际学者的时阵吼。因为这言论上，因是哪呢？因写一个迄个台湾自救运动哦，迄个宣言尔尔，为什么需要判刑安怎吼？搞不关一年痛尔，怎个放出来？放出来了时呢，伊就安那呢，算冷静。因为台大宿舍吼，伫温州街遐，迄个巷口拢是迄个特务啊咧看，啊看甲总要选出，你知无？选出甲迄个水电啦。所以我谈了讲吼，1970的时阵吼。吼、哦，都发生代志，就是台湾遐，吼、哦、2月7日，过一个年底时呢，平教授走出来，啊是伫我迄个时阵呢，甲想着讲，平教授的时呢，双手合十出去外口吼，里边啊控诉蒋介石伫台湾对咱人权的糟蹋，你无资料嘛，因为你要出去绝对空空的啦，所以我迄阵啊较写了一挂资料吼，要拜托人摕出来。叫第一届时阵，我出面呢。第一届时客出来，无甲客出来啊，因为我个出个人家钱吼，我只做冒险的。伊这个工程队的来来去去哦，苏东客因这个公安的就对了，姓李啊，吼，即摆已经伊都往生的，我拢敢公开啊。客出来吼，无客出来啊，惊一个个两礼拜我讲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迄、那个物件咧，伊讲吼，无客出来，嚯、哦，我想无客出来，伊讲吼。就想讲唔敢去就对了，而且啊，我迄物件咧，我待伫迄个咱外口，就是我谈到我看守所吼，外口啦，讲乌乌个待伫个卡啦，啊用塑胶袋包起來，我惊者讲拜托拜托，你个乌入来呢，乌入来看好个在，无个去，无去个检举啦，吼、哦，无个出卖啦，我感谢伊啦，搁伫来咧感谢，出来外口我来感谢伊啦，因为我那阵迄落出卖，迄阵也是咯，代志无成功。我也后悔一世人啊！好，所以我感谢讲好，你无爱用把劲吼，我拢倒台。讲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拢用3个月时间吼，暗时也无困，人在咧困，要我拢起来写，起来做，起来问，吼、哦，有骨力的人管道好我，就是讲看出内底有偌济新的人，啊，台湾那边偌济，广播边偌济，有啥人，伊讲起来我拢记起来，拢写，暗时也写，拢总400-500个信吼，我利用。一个适当的时间，甲头温出来哦，温出来了先吼，好才有成功啊。所以我成功了先吼，我一按个按那电，按那推，按那电哦，我都唔惊了，已经有出去啊。我是安怎讲有出去啊呢？过年了天吼，伫新历2月16啦，拄好迄个十字吼，我遐拢有迄个洗衫裤的吼，为台大啦、对子大修衫裤修转来吼，
拢会杂志包包来做，拢入来，你知影？我若拜托人，拢摕钱叫人报纸杂志安尼拢入来，我看一个欢喜啊！安怎呢？伫个二月十六迄期吼，叫做新闻天地啦，迄、那个香港个普少会社长诶，内底有一篇文章啦，美国寄转来啦。讲伫吼，即个美国甲南美洲也最近吼，有一咱台湾的政治犯的名单有够详细啦。这是不是美国 CIA 还是美国大使馆捞出来啦？无可能遐清楚的呢。吼、哦，我看一个欢喜一个讲，安尼处理也好。吼、哦，迄只机会看到了吼，就起码内底就轻松哩啊，表示有处理啊。即轮的时候有走甲联合国，有走甲联合国，看伊以后是怎讲吼。这是一个日本部下甲盗用处理的。哦，有我连那个倒腾来时咯，有遐来拜访，搁来感谢。哦，小等老时间，我来讲一段吼。了出去了时咯，我伫伫内底咯，迄段机会看到，哦，欢喜啊！三月时阵咯，系啊，发生一件啥呢？代表即个 City Bank 的是咧花旗银行啊，加上呢，连那部大楼用轰炸啦，迄用爆破就对啦，要掠人掠无人啦，要掠啥物人？掠咧平民平教授哦。下骹两个学生啦，啊，搁下骹手啊，几啊同学朋友安掠掠伊吼，去问啦，问讲，迄、那个大楼是恁炸的啦，结果就毋是恁炸的嘛，结果案外案啦，三问四问问讲吼，即摆伫美国啊，甲澳洲遐已经有一个政治犯的名单吼，是毋是恁两个创啥？我还讲听讲无甲定呢，毋知有定无吼，讲出来啦，讲迄内底吼，我内底三人用的啦，我系啊。迄阵啊，三月讲的哦，开始一个月吼，拢着检查我、跟踪我哦。因头讲哪有可能，顶管意思讲啊，这人咧坐牢哪有可能啊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讲到人的心吼、哦，结果讲啊，这就是我用的，我用的。到四月对啦，四月初吼、哦，我卡靠手铐，突然间我伫咧工厂吼，你甲叫来卡靠手铐，铐手铐时哦，我问个干嘛讲是啥物代理啊？卡靠手铐。伊讲我唔知啊，就上面的命令了，你要去把交流手铐顶起来就对了。开始就带一些素材哦，三台录音机伫遐咧等啦。哦，阿去吼，阿就开始三台拢开咧，在咧问啊啦。阿咧问个先咯，问个对了讲，这是唔我用，我是这我用的。阿三人家倒下手的，阿即安那有呢？甲美国的，即安来讲，讲我唔知。吼，发现来问到这，我拢唔知就对了。啊！即我用的，我承认，即我用的无唔对。我做个用个车，因我到了吼，佮送去保安处。保安处了先咯，伊讲啥呢？你剩两年我要处理啊，因为我第一期判十二单嘛，已经坐九年外嘛，剩两年我要处理啊吼。伊讲啥呢？讲伊代表政府谈判就对啦。你俩讲出来三两个大话手的，啊！你安那用一个美国的吼，安尼你谁处理？叫你政治解决啦。啊！你那阵出去掠了个调皮捣蛋吼，唔管去谁家掠入来，唔讲这老道理呢吼。我讲吼，这我用也无唔对，但是什么人用出这我唔知。安那讲我就不会讲就对啦。吼，好啊，佮送得等来，送得等来呢，佮一个月了，佮回头佮送登保安处，就即马队呢，伫咧总统府后壁破坏路遐，迄警察地下室遐啦，吼，就要入来了，准备要入来。先列药品啦，头用两个讲不完，接着要入南，对不对？开始用这啦，迄针毒剂，这恁知吼？这针啦，插这个警告用吼，迄个滋味恁有机会该毒看卖就知影吼，爱毒嘞吼。迄个警告用这啦，啊这用这手啦、脚啦、用迄个关啦、指啦，迄个无啥。啊，佫将来用电的对。我这个讲到这吼，真腰要受伤啊，但是我来讲课袂伤啊，但我来休困我来伤啊，你知吼？一再出来吼，伫民进党咧控制的时阵啊，行路行十外点钟袂算哦，啊则开始休困，哇还开始算安尼啊，迄人的意志力就对了，吼、哦，所以有句我当面讲，什么叫意志力啦吼、哦，所以我跟他讲吼，伫底下咧讲的时阵吼，我一才甲他讲，这我用的无唔对，我承担啦，主有甚物个倒手，我想嘛，因为你若讲出甚物个倒下手的，伊敢倒下手，伊也个离开关。即我绝对做袂到就对啦。人敢倒下手，哪有可能咱害人？虽然毋是你毋害伊啦，但最起码由你的嘴讲出来，你一定会害到伊。所以我来坚持就对。所以我的名片内底吼，
就甲用甲即阵叫做萨布赖，日本的叫武士啦，叫日本武士哦，家己七八祖先哦，都袂使害人一个吼。这是日本人甲好的外号啦，所以讲诶、欸、啊，这个袂歹哦，有符合我迄落哦，所以我这边片拢甲用萨布赖，就是安尼来。吼、哦，这威者了，人家好这个名的，就是我萨布赖，就我蔡在湾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迄阵啊，开始拢坐电力吼。那我叫我现在讲一个叫坐电力的滋味啦吼。啊，各位若讲电力，你问我什么滋味吼？恁家己用来试看卖吼，家己电看卖安尼。啊，无我讲袂出来，你知影无？讲袂出迄、那个到底坐电力是偌那艰苦？你用笔吼写袂出来。要用讲形容到底偌艰苦，那讲袂出来，自家己试看卖吼，家己试看卖。迄坐电力头呢，坐个坐单啊，单线啊，单线也无透过心脏啊。啊！无透心脏，头咧电的时阵吼，伊即摆咧，就三个吼，咧电啊，啊三个伫阿边吼，迄个起起出出啦，一从咱咧尿出来计左镜吼，安尼起起出出安尼。我想讲听啥物话，结果我咧电啊，我唔知咧，啊我个安尼歪头歪耳咧，其中后边可能组长会看啦吼，意思讲叫一个吼，来请讲奇怪，这个小助理咧电啊，阿凯拢无注文着安尼吼，是无？一个来吼，外厝边咧。一下来时吼，我就拔起来吼，我拔起来还佫倒，因为倒卡卡手嘛吼，伊倒迄电的吼，伊迄动作吼，我真拢记啊足清。伊就佮电着想，哎他妈的有电吼，我笑笑一个吼，讲伊讲他妈的有电呐，表示哎有电呢，啊奇怪我佮系无，我想啊，这上天荷兰的啦，迄叫做物理上叫奥了吼，奥了叫电阻啦，电阻啦吼，啊 S 吼叫电流啦，所以吼，我的电阻较悬啦。所以电流啊较小的吼，弄到你啊较无感觉就对啦。所以我天生电阻较悬，啊家己唔知影啦。所以单线呢电袂过，阿爸还知影讲，哦啊，即块是可能爱高压电较有法度吼，总有啊撞过心脏啦，撞过心脏啦，就交叉啦。啊交叉的时候，我想，哦啊，即呐扎袂拄好的时候，心脏都紧去啦，都去了，都咧想的时候，讲要安怎？哎，上天有咱智慧哦，你知影无？冥冥之中有咱智慧哦。当伊交叉要电的时阵吼，开始来想，这个电啊来吼，你若扎无实，家己休克。啊，佮另外你若扎无实，伊讲你假，啊电也袂来，你假，嘿，足奇怪吼。所以开始咧放电吼，迄叫做万分之一啊，瞬间呐、啊，迄、那个电流甲迄、那个咱的末梢心哦。拍起来，我讲随安那就知讲电来啊，总吼放我休克，总放我瘫痪就对啦。因加一个电一个，我拢瘫痪去啊。我咧想讲，万一迄个电也无哦，讲我咧假先，都讲一下都电了较嗨。啊，你若讲要甲撑下去吼，嗨啊，你咧假用哦，你电一个绝对迄落在挪死你啊。奇怪，都安尼刹那间两年吼，啊，伊相信讲啊，一电就来啊。大家用目睭，你知影无？啊，目睭来用哦，我着当白眼吼，啊，着拄一个灯管，我看灯管，看下高就看下高。因管家庭吼，总用水吼，总用迄落内底起水出来，甲泼你啦，用啦。啊，我其实足清楚啦，我都看三遍，你讲啥物话，我足清楚。因还袂电着啊，因惊一个吼，我无惊着，因电都惊着啊，吼，迄个上天来智慧啊，伫咧瞬间内底吼。上天该支持你的真的关键了，动作要做出来呢。啊，无咱靠迄个智慧啊，祝上天给咱记得。所以突过迄个电力啊，所以咱今仔日较要有机会伫即搭。那迄个系我来逞强了，对个。他们第一个咧电啊，唔知单线咧电啊，你又去假搞，去底下咧挂东挂西，啊你死啊你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段呢，得过了后，老实讲，我讲讲到这吼，后壁拢恶劣，一咧讲吼，都叫啥？叫学者专家研究了。较早咧讲用吹啊讲哦，三五呀吼，迄、那个你的皮肤吼，落六皮会老血老滴啦。要讲的时吼，手讲袂啥落。研究啥呢？用刷牙杆，迄刷牙杆的时吼，虽然吼你皮袂流去，但是内底肉吼受伤乌裂啊。刷牙是规个后壁规拢乌裂啊吼，你皮也无破，所以因会当继续刷啦。而刷牙时呢，我这腰会受伤吼。所以我讲的时阵吼，安怎讲，我都绝对无要承认。
所以今仔日我会通通徛伫只遮吼，来讲人啦吼，重要关头时呢，考验人一个智慧，甲人一个勇气。因为甲斗三江的人处理了，大拢会感谢有啥？我无讲到因，主要啦讲到因最起码加骨六档就对啦，吼。所以我的名片的杀不了，我拢继续甲用来对。然后我讲有一个讲迄年啦，迄个1971年吼，就是因要联合国要读出来迄个时阵啦，阿多偏教授已经在走去伫美国啊。我需要讲，互伊甲全世界讲吼，咱台湾就是吼蒋介石代志啦，有足济无接受伊个通知个就对啦，所以手头迄个资料，所以到尾啊，伊用啥物方式你知影无？因为我讲到袂迄落啊吼。拄啊，因来拍文拍文，迄、那个警备总部检察官吼，要过去保安处啦，要问我的口供啦，吼、哦，伊问个情况，要叫我坐，袂坐一啦，原来因为我咧困了来，来拍咧也袂坐一啦，吼、哦，伊后壁拢讲啊拢乱去啊吼，伊我拢干呐，我拢咧困拢加穿一呾短裤尔嘛，我短裤了看，看见伊家己惊着咧。因为我规后壁拢规拢乌咧块，拢规拢块吼，伊惊着，哇！伊安那呢？伊讲，好好好，那个蔡先生，我现在吼，我问你，问你一句，你讲一句，这个以前的所问的不算，哦，伊安讲个咧啦，就表示鉴别专播哦，保安处讲遐都无算啦，那我不用啦。伊知安那呢？我有邓英啦，迄边啦，曾干大边等你啊，写下来了吼，伊三个人啊。手甲你转安尼，你知影无？安尼手甲伊转起来，啊断落吼，迄因啊，你就断落啊。咱的手无就断落，啊，足简单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呐，知影内底我诶笔录内底啊，我诶字无啊，对不对吼？所以讲不算了，不用了，要用我今仔问安尼。所以今仔敢问诶时阵吼，我讲好啊，你问。问着讲啥物大事，我坚持了无爱讲了，无爱讲啦。到尾伊讲啊，讲无呢？你写一轮吼，自白书了啊。你甲讲出个动机啦，你著剩两年，我要处理啊。为什么吼？为什么较会要阁做这轮对政府国家有危害的代志出来就对啦？讲你知影吗？这是相当严重的呢，这是判死刑的呢，对不对？迄叫做第二条第一项啊。恁第一次的时候判12年应该减刑啊，你是叫年轻无知啊，所以应该是判刑该减到12年啊呢。啊，你阁犯这个代志？你写迄个自白书了啊？好，好啊，啊要写了啊，给纸甲笔画，我等下用拍咧写啦，好你别尖吼，拍咧写。写这段时哦，我迄个1999年美国的时哦，甲咩人关会演讲啊，家己讲甲目屎流，会甲听的人做做人哦，拢目屎流。啊，所以我拢控制家己吼，卖个讲了伤过伤感情啊。因为安那呢，这份下去了，因讲个叫我开会了。就我这份咯，为什么？我下时哦，那上天给咱灵感呢？我迄阵也是已经了过了无啥啥，那我都能写迄条文出来，对不对？到我今就知讲当初先那写。我讲吼，迄、那个我迄、那个动机啦，为啥要用这政治方甲政治资料上的国外动机啦？动机真简单，我讲是你的。国民党来的时阵吼，造成戒严，我用一个接下来白色恐怖。白色恐怖的时阵吼，阮有真足侪人来坐落，拢有家室啦，拢有家庭。但是阮少数几啊无家庭的，所以90%有家庭的，阮来看到了，即个偏偏即个男女呢，吼，因的家属伫厝里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政府。就一人恐怖政策，无要支援，亲戚朋友无人敢伸手，连社会主权机关人都唔敢接济。光伫这个政策之下的时阵吼，拢来作者家庭吼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甚至讲为人太太为着要维持囡仔的生活，去用伊查某人最原始的本领去探价。这是这属性。我讲政府给哪只？对咱家来的男女，这群是无辜的呀。
不管你翁婿是毋是讲吼有做无做，这另外代志。但是遐囝儿某囝是一群无辜的。今仔是因为政府用这个政策白色恐怖，你政府袂插马紧，和所有亲戚朋友都唔敢出手，连社会人士、慈善机构都唔敢出手。我只有徛在人道上，我关心爱护海外咱的台湾的同胞，落咱的同乡呢，会当出手来接这批安那受无辜的一群。讲我最后动机是安尼，各位，上天给咱智慧的时候，不然积分啦，因三下国安局开会啦，把我救人去咧开会，伫迄年的1972年8月15日。所有钱内底男友的，遐家庭拢有送月饼、油啊，搁兼唔知几千块，为3000、5000，接济遐就对啦。所以我有当想话讲，因这批无血无目屎，会建立做无敬人的话，这篇文章的时吼，自别书的时就感动啦。所以我家己也想无，所以伫8月14日的时，我考考手考，我足足4月初我开始训练哦。一直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，这位半当考考手考，吼、哦，下批未下批，接近未接近的，食饭的时正手边拍起来，食了的时就各处考起来，然后呢，咱洗身躯拢考考，咱免啦洗，免啦换衫，拢家己先洗脱嘞。所以伫检票总部，迄人要叫我备油啊，要发食，用月饼发食先咯，我无要食，吼、哦。我讲这可能利多必杀哦，那有一个遐好嘢，甲考考手甲要用这花架，结果就是迄个辅导官是甲讲吼，讲伊有看我一轮自白书，迄轮来咧写安怎写安怎的，我讲啊，那对，安尼有看到，所以我较放心，考考手啊绑起来了后先咯，我讲安尼好，我要食，伊也甲讲，伊讲蔡先生，今仔收呢你是闭馆，我是馆，我是管理，我的分管理，啊你是闭馆啊。今仔如果若伫社会做朋友，我要含你这种人做朋友，家己听一下吼，最起码讲，哎，因有看到积分啦，因知影我无牺牲就无一个人，家己硬打起来，讲也好啊，要用软的也好，要用硬的也好，用电也好，拢无害就无一个人，所以迄个家己付出，我伫社会，我绝对含你这样做朋友，就是安尼吼，这是还有时间的问题吼，伊咧催啊，你知无？所以我讲，我简单来做一个收束吼，因为今仔咱有一个研讨会了吼。这个阿扁啊，这个阿扁啊时代吼，确实今仔无时间无我讲吼。阿扁啊对咱台湾的贡献，啊今仔遭受这个吼是政治上，唔是法律上的，吼，咱心那想起来吼，心会足艰苦。因为阮咧坐落的时阵吼，含伊即马坐落无共。阮较早学生咧坐落，伊今日选几位总统哦，几位总统，今日来吼用政治压迫，用这个莫名其妙的罪名来甲伊落，所以心会痛吼。阿扁的代志，咱民政府有啊咧替咧操纵吼，所以卖讲的是，因为这无时间来讲啦。啊，马英九要讲的时吼，大家拢知影啦，迄讲的拢高血压啦。我也是啊，搁听的人拢过火了吧吼。迄、那个我只简单吼，来收着讲吼，咱的台湾，迄、那个前途何去何从啊？迄、那个民进党开始咧冲动的时阵呐，因的动机是把台湾放伫个十字路口。我各位来想看，恁老是民进党的吼，还是党员的？迄、那个动机放在十字路口。第一阵，阮当初是。到底这东西是什人做的设计？为什么开始把台湾跟来是不是落靠？这是落靠表现了无方向。你当初你对台湾呢，已经没有方向感了，无方向，何去何从？唔知呀。所以呢，一直咱台湾人的现在拢感情用事嘛，怀疑这是咱本土的政党，所以我那一直在落呀，这是咱本土的政党。你说上山落海，咱照常落去。咱的抗争的时候，各位你唔知啊？阮的抗争的时候，上界远的行13点钟半咧，为台大迄带啊吼，台大遐迄个校门口伫行，行到底咧，行到迄树林，阳明山山口，
迄个政报部队动起来呢，我捌行到安尼即个长，行十几点钟呢。翻头的时阵，困伫个林森北路，对不？透早的时呢，有迄个东主席夜奔敌营啊。各位你老要注意这点吼，夜奔敌营啊，就是看到东主席柯信良，迄暗你顶个条件高啊，阮的部队安尼戆戆啊，伫遐困一暗，因结果是。去底下底下咧咧阿舅底下咧咧讲条件，还有真苦的对啦。以后咱台湾事会让停下车啦。所以我今卖讲吼，咱支持本党，就是本土的政党，民进党的心咯。从三甲含国民党的中华民国，甲咧在撑咱台湾人。我讲的是，这拢毋是我白讲的。阮当初加入的时吼，当中内底是台湾主民主决。台湾主民主权，各位，我想大家人接受嘛。咱住伫遮人，咱家己决定咱家己的主民主权嘛。但是1999年的时，伊来让咱改，改到阮家己心里动完了，唔知影改啥？你知影无？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即句咱听到呐，也阁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下骹呢，讲呢，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。我让你欢喜三秒间啦，后你气一世人啦，是不是呢？为什么咱台湾的比中华民国、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？所以阿英阿新哦，我来支持啊，对不对？蔡英文为啥袂对？伊个无代表是伫乐港讲讲中华民国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你威逼美国政权嘛？那你就将黄河来底写足清楚的。美国在这占领国，当初是咧蒋介石暂时来托管者尔尔，暂时来管者，所以叫做管理当局嘛。伊咧毋是咧国名，所以伊是流亡伫台湾诶中国政权啊。啊，咱在读册拢毋是呢，拢甲模糊甲扭转呢。所以今日当阮了解了时咯，我为虾米遐咧分开？你含中共较早咱大概是反攻大陆、杀猪拔毛这大家。哈、啊，变放假时了，册包拍了，按两点二点，大概这个部队那是咧杀猪拔毛，对不对？结果是呢，连战因、甘炳坤因，第一拍伊啊含底下咧阿舅啉红酒，底下咧拥抱，所以咱大家共匪呢。啊，为什么共匪？你是讲教育是共匪，你含共匪底下咧啉红酒，阮遮偌济人拢牺牲，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接来遮人。啊！搁你爱拍枪，为着啥？为着讲你反攻大陆无可能，你只能讲这是背叛你政府，所以你叛乱我，我就跟你乱叛，世界有这个代志吗？所以我的想个情何以堪啊！所以你含强威的迄个心，你当初就是讲，我用这个毁灭，用这个叛乱者当定罪呢。所以各位，咱这个同心，今仔日我加入当民政府了，把所有的遐动画活动。阮规人撇伫边啊，迄个无效，减掉咱的时间咧就对啦。我以前也毋知啊，戆戆行几十档拢是安尼，拢话台湾是咱台湾人诶，无毋对啊，你话爽诶啊！进外口几落个小团体，抑阁要台湾独立，抑阁要台湾复国，台湾创啥？有效无？一军一军话几十档也无效，为虾米？因为无读咱台湾民主内底。旧金山合约来的美国现在占领国嘛，日本天皇接来这一个关系嘛，啊，你无了解这些哦，拢误我对，所以各位来中心吼，得要重新的认识。我过去的错误，我的宁可把所有的鬼拢活动拢放掉伊啊，专心为咱台湾，把这条路让行了，用法律来告美国了，就美国的力。来把中华民国赶出去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越南同款含咱这路情形啊，人有产生一个胡志明，来借法国的力，把蒋介石二十万大军给赶出去。啊，咱以前也无这个高人，甚至的时候，各有咱的咱台湾的叛徒，甲美国讲啥呢？讲我也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啊，你知吼？所以今仔咱台湾较遐凄惨。第一次咧讲啊，讲时间到啊，啊，所以我想，吼、哦，以后还有机会，那各级班也是，吼、哦，各有啥物有咧机会先吼，也、哦、是在各州，各地顶也有机会，咱大家个接触，
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无能继续啊。而且多谢。各位行车起立。唔免吃咧，安尼落啊，好，好，大家请坐坐哈。哎，各位请请坐坐哈。我这边要宣布那个，等一下那个分组讨论的地点哈，请坐。